今日董事会决议通过成立新金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您以股份转换方式将鼎英科于股份转换基准日全部已发行之普通股股份让与新金投控公司，并由新金投控公司发行新股与鼎金科技股东作为对价，鼎金科股东每股普通股换发新金控股投控公司之普通股一股，待本次股份转换完成后，鼎金科股份将于股份转换基准日依法终止上柜，鼎金科技就变成专门的一个制造太阳能模组制造业。